视频的开始，我们一起来玩个小游戏吧。你喜欢玩刺激战场还是王者荣耀呢？就在下方留言，一起寻找有缘人吧。一位男子在野外游玩，发现了一只迷路的野鸭，于是就把野鸭给活捉，准备大吃一顿。但是当男子把鸭子给抛开之后，眼前的画面让人大吃一惊，只见鸭肚里面竟然有一条金项链，这运气也太好了吧，看得小编羡慕极了。无独有偶，一位小伙在河里抓到一条鱼，从视频中可以看到鱼很大，估计得有50多斤，小伙把它扛在肩上才能勉强带走，但是鱼肚却大得出奇，难不成跟上一位小伙一样又有什么宝贝吗？于是小伙把鱼肚抛开一看，直呼赚大了，鱼肚里面竟然不是别的，竟然是满满的鱼子。看到这里，小编不得不惋惜，到这么大的鱼死了实在是可惜呀，毕竟有那么多的小鱼宝宝呀。但是这位小伙毫不惋惜，直接现场做成烤鱼，在鱼身上撒一层盐巴，放在火上烤，等到鱼烤熟后，不得不说隔着屏幕都能闻到香味儿。小伙伴们有吃过这么大的烤鱼吗？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观看，记得点赞和评论。